哎呦，我半个身子，哎呦，有点疼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就俺俩呀，敌军这人是不是有点多了？来的人。那早咋不来呢？哎，还有意外收获。致命点呀，蹭助攻。双招交了。出个皮孩吧呢，致命点烟25，有点小亏，不合适，不太合适。俺老孙正等着呢。阿卡丽带的是点烟啊，那还好吧？阿卡丽是不是改版了？W 多200。他被动平 A 已经不回查克拉了，交闪了，一击被我们打出闪现。我有皮孩，他没有皮孩。我这叫皮孩，你少跟我拉距离，听见没有？啊，我这叫皮孩，你少跟我拉距离。我一个 EAQ 你不挂这波？这波升级我属实是没想到，他怎么升了呢？哎呀我靠，这也能升？这波升，属实是没想到啊，属实是没想到，有点恶心人了。五一九六，带俺问问土地老二。你看，这就是有的时候吧，一级尽量就别交技能，知道吧？交技能了，这线上他就不好打。我要有双招，他是不是死了？我 EAQ 接点烟接闪现，他是不是早就死了？我们还能不让那塔打一下？定下下俺老孙的本事吧！一 A 打反溜接个 Q 平 A， 我感觉他打不过我，就在里边跟他打。啊，致命点呀！这也不行啊，这阿卡丽。又浪费点烟，那点了就点了呗，怎么浪费呢？是个塔皮，再见，还追呀？还追？啊，还追？你再给我追一个，我看看，还追？
啊，太狂了。出门，先锁定一下我们的人物啊。韩老孙正等着。这个英雄最好在六级之前多杀他几回，不好杀。一 A 打不溜，换个 Q 接平 A， 直接在里边等着。差个眼儿的。不敢意，没事。你像这种兵线，他如果不跟我们打，他就会一直亏。那下路金克斯那都双招上线的，怎么还能三杠一了呢？不可思议，简直不可思议。等个点炎，这波阿卡丽上线直接 EQR， 他肯定得交易，但是他交易很有可能会被我们的 RR 给断了，知道吧？那个 E 技能，我们54刀，他22刀。这波先不打，一会儿再说，等一波。我点炎没套上，你知道吧？我点炎要是套上了还好。去修炼几年，再来招俺老孙吧。这波我们不能被他E到啊！一定不能被他E到。先走一走。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他老打反手就很烦，他也不跟我打，我不义他不义，他也不想着杀我，拉倒吧。七级打五级这么难受，知道该买谁了吧？我血不满，他又不吃兵，那我上去找他，我可以不跟他打呀，那俺俩不打就完了呗。七级打五级，俺俩永远差两级，我也不找他打，他也不找我打，那俺俩就永远也别打。咱不是得杀他吗？我要不想再杀他，我现在跟他发育，他根本他就没法玩啊！我能发育死他，玩个阿卡丽这么跟我发育，这下路怎么回事？哼，机器也是拿一千。你看，我不打他，他永远不会上来 Q 我们。兵也不吃，那就慢慢耗呗。
这玩意儿烦的吧，不是说他有多厉害，烦的是他不好杀。我不可能放他，几个人呢？真的有点烦呐。十九八，他出来了，回家吧。一个跟头能翻十分八千里。难受啊！而且这塔掉的有点快。你跟我打呀！你有什么好怕的？你们家下路玩的这么好。这得跟我打呀，去修炼个几年再来招俺老孙吧。 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 看着没，吓唬吓唬他。如果蓝圈下一波不害怕了，我们就可以杀他。赶紧把上塔推了，帮我帮把上塔推了，还能打。上塔推的得快。不用记，这把能打。我就一个金克斯嘛，那种没有位移的 AD， 那阿木木有大就等我来就完事了。等我，等我！哎呀，别着急上啊！死了，死了，漂亮啊！来，我信哥，给我把这阿卡丽杀了。死了吧！十六级。十六滴血，其实杀不杀他问题都不太大，先往后撤一撤，等一下阿木木的大招啊，我们再去杀那 AD， 还有这个维恩那个位置啊。好勾，六百，哎呀，舒服。
走，往下走。金克斯不一定能走，他不走，他应该死了。你往后撤撤来，没事。希望露露不要给他出一个呀，这不辣梅水疗吗？这不无情柔情吗？无意柔情，辣梅水疗啊！原来是他俩呀！我说的嘛，我说咋那么狂呢？嗯，我就说怎么这么狂？原来这是这有备而来。就杀了露露，不用撤，金克斯来了，金克斯是必须得杀的啊！拿下。推二塔来，希望他们能然后把小龙也给拿了，有没有红啊？瞅一眼呢、把小龙打了。别打了啊，等等啊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啊，这不能再打了，别着急，先回趟家。直接出黑切，为什么出黑切呢？因为我们需要捡西地。那个蟹手他不加减息地肯定是不行的，来给我捡着来，双招，好闪勾，把这露露先杀了啊，下当了，我感觉我位置不太好，我往左边走好，我的位置稍微差了一点，不买蟹手伏笔了，什么伏笔？维恩已经杀九个了，别打了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金克斯来了，那阿卡丽他妈才十级，他在这装什么玩意儿了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。啊，他怎么狠成这个样子？这一波说句实话不应该啊，有点狂了，因为金克斯马上来了，我就是瞅他这个人，他实际他妈他这么装，我有点烦，小送了一波，
小送了一波。要赵龙抓了。呛大龙应该是没了，狼了一小波去小龙位置，没事，虽然他们家把大龙打了，但是还是能打得过。来来来来来，往王野区里边钻来。直接钻呢，这大的维恩是真是个废人，怎么发现？白打，这条龙白拿。小龙来，小龙快来，小龙快来，小龙，赵信快走啊，赵信，这你信哥这个位置是怎么出现的呢？你信哥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位置啊？这不完了吗？啊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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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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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，AD 没在呢，不要了，给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这不给全死，哎，不打，知道吧？不打，不打。哎，不打，谁来谁说也不打。呀，拿着了，哦，拿着了，那还行。这有点装逼啊！他为什么知道我在这里？视野挺大呀！去中来，去中，去中，去中！我往上冲来。还有大吗？大鹏是没大，我打啥呀？下路给他，不要了。可以上，伤害有点高啊。不过没事，他拆不了，你俩打吧。哎，就上啊，舔他，啊，漂亮。谢手，盾有点少。
蟹手的盾。下个出春哥，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先把红打了，上路先不去。现在比较怕什么，你知道吧？就怕这干锅跟他的水灵。这不是 AD 不知道在不在。漂亮，哎，漂亮，不继续追。蓝枪那个位置不有点烦人呢，这蓝枪的位置。能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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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为人别补兵了，兄弟呀，能不能跟点队友啊，别补兵了，快点放大。为人打那大虫，这不随便打呀！天，他早点来，我们家都能打大龙了。这波，嗯，跟着点队友啊！你是跟着点队友，那都打十年了，才跑过来。锁着甲吧。不上啊，不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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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会儿阿木，我想发育一会儿。你都十个人头了还发育个屁呀、啊、那人家给你机会发育吗？打架就行了，别在那发育了，拿什么跟人比补刀。说这话像个脑血栓。让他打没事，继续打。什么东西给我那什么了呀？哎我操，还给他拽走了。这大虫子死了，我感觉我应该能打过这蓝枪。阿卡丽没死。家应该不会没。哎，他们家是少个人吗？刚才为什么小龙没了，大龙？继续，来来来来来，继续，快快快快快，速度，快点过来！带俺问问土地老儿，干锅没吸地，那120秒呢？那干锅吸地没到位，把视野排干净。哎，咱别打龙啊！
他机器人不用太害怕。哎，我没地方去呀、啊，这视野给我排干净了，我没地方上啊。找着对面金克斯啊！哟，先把露露杀了，蓝枪也能杀，先杀大虫子吧。啊，先把大虫子打了，大龙，把大龙打了。其实最正确的方法是他们打大龙，我去推中路，知道吧？我还能白推对面一个塔，但我就实在就害怕这个龙一会儿要让蓝枪抢了，我们家直接又完了，知道吧？又完又白打了，我不敢，我实在是我都害怕，我不敢。给我，你要那红没有用。为人不死，赢不了团；金克斯死才能赢团。给他红保他不死没有用，人家射程比他远，比他会玩。收兵。你等一会儿往上上，等一下阿木木啊，在这打石头人呢，等一会儿，等他一会儿，来来来来来，等他一会儿啊。先排视野。跳弹给他打了，没办法，我只能杀他蓝枪了。金克斯死没死？你不会以为你能打过我吧，兄弟？啊，你在跟谁打呀？金克斯那位置啊，啊，这时候你掉线儿，我的老大哥呀，谢手给我触发。没有大不行，我打不过他。哎呦，信哥的虚虚有点高啊，小龙。小龙，小龙，小龙。快快快快，就一蓝枪，快快快快快快。快。小龙拿了机会就打，快快快快快，快，快！哎，这里有没有人？嗯、啊？三百九，三百五。换板换板甲了，跑得太慢了，我伤害应该不缺，跑得慢追不着那金克斯。先不打啊，先不打，没事。我打个药出来，图兰顿你碰不到人没有用，都碰都碰不着他。
现在你得能碰到他，我们没有闪现，我碰不到他，那个团战就打不过，就这么个事儿，碰不着就打不过，必须得能碰着他。来啊，木木速度回来，不要着急往上上啊。漂亮，我先回家啊，他俩拆不了，没事，他俩只能拆我们家一个高地。我操，这么难搞吗？这蓝枪吸血有点高啊！哎呀，这蓝枪有青雨，操！先把蓝枪杀了，先把蓝枪杀了，先杀蓝枪啊！哎，再杀大虫子。大虫子出的是日炎。他要是出的冰拳还行，伤害就有点低了。哦，没装备出，没什么能出的装备了呀。多给我来两格装备就好了。我整个反甲，我得整个大青雨，再整一个春哥。去只能守基地，别让他们进来。俺老孙正等着呢。来来来来来，打吧，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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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能打了，打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一顿饱咱也打不死，这么地儿吧，去他们家大虫子也挺厉害的，就是不太好赢啊，主要我没有格了，我要能买装备还行，我们也就这东西了，没有早点给他们结束就不强。